喂，专业代打公司，报位置，马上到。就你一个人来了？哼，像这种小事，我一个人就能把它摆平。东西在不在呢？专业打钥匙30年，你放心。带那个田里看看走。走。这块、这块、这块都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，才说个字啊！看这边，看那边，都是我的。有这些子的啊？差不多有30亩。真狠啊！是的啦，一个人打药水忙不过来，才是请人来打啊。好多钱一亩？50。50一亩，30亩，1500块钱，贵了，便宜个？给你扣2亩块钱。一口价1000块钱，好好，反正在我屋里添多，说不定下半年还有找人来打药水的。行吧。那先忙。我来回跟他拿钱去。好，加油！咦，我这啥的啥完了？当然还没来啊，该不是想来我的账吧？我来去看看。怎么不看？哪个？我不给混账，怎么不看？慌吗？妈的，烦不烦人啊？来跟你说了，哪个？我不去喝酒啊，你们真的去好不好？屋里还有事噻，我们这还欠两个人打药水，还没给钱呢嘛，好不好？啊，人情待客，好吧，人情给你们待客，我真不去。阿哥，我不去，我真不去，我太不去了，我的妈，你真是哎呀！不去了，我喝酒，我跟你，妈呀妈呀，不办了，你不办了，是怎么不想去的？是个什么情况？你阿哥精神病发了，别个医生把他拖走了。瞎说！他说他有30亩地，叫我来给他打药水的吗？看大了，现在的地路，像他爸那一年跟哪个打去了哟？还说了呀，真的捅了个精神病了，跟韩信家闹过的，白活这个老家伙，再见老子钱没钱，活也没活，给砍了我了。